髋部发力的协同是一个很自然就能长出来的事情。因此，初学的阶段是不必刻意，在提升的阶段，它也是自然发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关注 Amy 游泳学堂，学游泳少走弯路。我们在下一节的内容视频里面再见吧，拜拜。